四千一，感觉挺大的样子。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天红毯的主持人方玲。大家好。整个盛典开始之前，会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今天在娱乐界和会圈到底来哪些大腕儿啊。今天呢，我们要有请出的第一组来宾厉害了，他们刚刚在后场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紧张。作为东道主而言，办了第九届牛耳奖这件事情可能是一开始他们没想到的，但是办到今天第九届了，到底我们的东道主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今天借此机会也要好好问一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组登场的来宾。有请多牛传媒董事长王乐。有请多牛传媒 CEO 江南。欢迎二位老板，欢迎乐总和蝶总啊，两位每年都要跟我见一面。谢谢谢谢谢谢乐总，谢谢啊，谢谢两位。这样我们先要请两位来讲一下，因为牛耳奖已经第九届了啊。第九届我刚刚开了个玩笑说，办第一届的时候两位可能未必想说哇第九届这么快就来了，此刻是什么心情？而且提醒一下，第十届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对明年的这个互联网圈和文娱圈以及这个牛耳奖又有什么期待好不好？哪位先来？蝶总先讲。那个感谢方玲啊，每一年我们都在这儿相聚啊，一转眼确实是已经是第九个年头啊。正如你所说的，到第十年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我们多牛传媒啊，代表着这个媒体的这个产业啊，来每一年为整个的天地文娱领域进行颁奖啊。说实话，我们也挺忐忑，但是我们也挺兴奋的啊。我们期待在明年吧。啊，包括从我们的公司，包括互联网，啊，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势头。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明年，就在我们颁牛耳奖的第十个年头，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大。谢谢。第二个奖就比较郁闷，因为这个都被他抢了，是吧？其实大家呢，刚才进这个大门呢，看到那个门口有很多都这个九届，每届我都会多个一两个，是吧？首先呢，我希望明年的前面的 logo 再多一两个，然后呢，为什么能多一两个呢？就是代表着我们更强大了，我们做的事情呢做的更多了，更好了。我们做得好，为什么我们做得好呢？是因为大家也好。经济形势好，国家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所以就是我们祝愿祖国繁荣富强，祝愿我们大家的事业都蓬勃这个日上。好，感谢大家。谢谢两位老板啊，作为东道主率先出场，请两位老板合影，然后再签名，好不好？来，好，来看前方。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来，两位老板先请里面就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红毯上又走来谁了呢？有请完美世界首席执行官萧红。有请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官方发言人王宇韵。有请完美世界 VP。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总制片人刘宁，欢迎三位。来，三位请到场中合影。
我们一起来合影一张。今天哈、我们三位代表也分别会在台上可能会跟大家做一定交流，到时候把成功经验都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谢谢三位，谢谢三位，请两位就坐，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红毯上走来这位嘉宾，要听一下他是谁。有请世纪华通盛大游戏 CEO 董事长王吉。有请国家资本董事长 CEO 罗田。好，两位老板请到中间先合影。好，站，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哈。两位往我们的右手边站一步，对，一起合影。好，开节吗？好，我们要请教一下两位啊。首先要请教一下王总，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说你是这个互联网圈的潮人哈、而且呢，在交朋友这方面，您人缘特别特别的好。想问一下，为什么盛大的您都那么抢手啊？这个问题呢，是来自民间的问题，请好好解答一下。其实也不能说是特别时尚或者特别长哈，因为本来其实每一个年龄段都有每一个年龄段喜欢的东西。那作为游戏公司来讲，是主要是平均年龄还是比较年轻嘛，像我们在公司都算是老人了哈。那至于说到这个人缘好呢，我觉得本来我们就是做的是网络游戏的这个行业，那网络游戏本身它就是一个社交的平台。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所有的朋友能够在一起啊，一起游戏啊，一起做事业啊，一起希望祖国更好吧。谢谢啊，谢谢王总。那既然跟罗总一起来走红毯，希望未来的市场两位一起游戏哈。那我要问一下罗总，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您从事的这个专业，您可以帮我们这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不会太了解资本市场的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楼降资本吗？好，谢谢主持人。国家资本是2005年成立，当然到现在已经快13年了。那资本市场确实是水比较深，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天使轮、VC 轮，然后呢在 PE 轮一直在 A 级市场，所以跟二级市场的差别也很大，所以我们属于一个非公开交易的一个市场。那这里面的话，事实上是有很多机会的。就这个机会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理想的、有梦想的一些非常经典的 idea。然后呢，我们给他资金和其他各种资源的帮助，然后去帮助他成就他的梦想。这是我们干的事儿。那个国家资本是这个2005年在上海成立，现在全球已经有差不多有将近20-30家的分公司，然后我们的这个 portfolio 大概已经有110-120家了那当然我们上市退出的也有很多，这也是我们在帮助这个有梦想的人去实现他们梦想当中最有力的一把谢谢。好，谢谢。资本和游戏走在一起，是不是预示着2019年最有投资价值的是游戏领域呢？我很好奇哈，待会儿请两位帮我解读好不好？谢谢两位，谢谢王总，谢谢罗总，请场内就坐。来，我们红毯继续。有请邱正文以及牙买加驻华使馆特聘全权大使邱伟基。谢谢。好，我们接下来红毯上又有谁来到了呢？有请爱国者副总裁吴超龙。
有请银联商务副总裁张毅。来，欢迎二位。好，请两位移步到中间。欢迎来到牛儿奖啊！谢谢两位。来，请站在中间，然后对着镜头，我们来合影一张。有请越秀产业基金总裁卢总。欢迎卢总。好，请卢总场中。介绍一下，刚刚我的疑问就是，您觉得投资哪一些产业是比较有价值的，以及2019年我们最好关注哪一些领域的行业？我们公司的这个投资策略呢是围绕两条主线，一个呢是新经济，一个呢是传统产业的这个升级。那么在新经济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目前公司主要是关注四个方向，那么一个呢是文娱，一个呢是这个消费，一个是生物医药，一个是智能制造。有偏向吗？未来您在这个越秀的布局上，您比较偏向于哪一块？其实现在，特别是对于我们文娱这个行业来讲，最近的应该说是我们文娱行业的投资的一个寒冬。那么，但是呢，我依然非常坚定的看好文娱的这个投资。这个主要的一个逻辑呢，是因为在消费升级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认为文娱作为一个消费升级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投资的代表，我们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和发展机会。谢谢，谢谢您给我们指导哈，请场内就坐，谢谢。好，我们红毯继续，看看下一位来宾是谁。有请万代南梦宫上海事业战略部副总裁总经理池泽苗。有请万代南梦宫上海案界神史小说原作者桂玉林。他那个是什么情况？我也没太方便。有请两位，请场中合影。请看我们的关税老师。不是，我知道是有点矛盾吗？来，刚开始跟你说好是稍微往右边一步走啊，对。好，谢谢，谢谢两位，请场内就坐，谢谢。接下来红毯继续。有请凯撒中国商务部副总经理荣杰鹏。有请网络红人杜超。刚刚乱成一锅粥。欢迎两位。来，两位请场中拍照合影。来，我们稍微往右边一步走，对，对 ，OK。我觉得这是一张可以爆红的照片了。好，谢谢，谢谢两位，请场内就坐，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红毯继续。有请恒华投资管理合伙人于新龙。有请恒华投资创始合伙人总经理王超。来，有请二位老板。两位请场中合影。
有请 BNP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区主席李雅茹。过两天我组织大伙去趟河北。欢迎李女士，来，请到我们中间有一张椅，谢谢。好，请我们关胜老师留下这个瞬间，感谢来到多牛传媒举办的牛耳维玉盛典。好，谢谢，请场内就坐。接下来红毯继续。有请华北影视集团副总裁常成。有请北京巨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潘东立。来，欢迎二位。OK， 两位请场中合影。对，在我们合力创变的四个 logo 字下面，我们拍一张合影，感谢来到牛耳文艺盛典。谢谢两位，请场内就坐，谢谢。有请文化地标系列影视创意园董事长刘英龙，有请国瑞影都执行董事郭春雨。
百多威、阿伯不懂谈、王琛，有请北京一技当先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姚振。欢迎二位。我们那一期直播就干了200多万。来，两位请在胳膊板前合影。好，谢谢二位，请场内就坐，谢谢。好，接下来红毯继续，有请青年演员张明江。欢迎。也是话剧界一直以来的大腕任素汐就来了。那今天呢，其实也有很多文娱界蒸蒸日上的新兴的代表，包括我非常崇拜的偶像会来到现场，他们也会在这个现场跟大家来分享互联网和文娱之间的关系。那我不知道大家呢会不会平时在互联网上更多关注文娱方面的消息，但是呢，很显然今天我们在现场至少90%以上的都是90后年轻人啊。那这些同学们可能他们最擅长的这个获得娱乐资讯，以及他们喜欢的电视剧、电影以及动漫的消息，都是从互联网上得来的。所以如何把互联网和文娱更好的结合在一起，绝对是时下互联网人和娱乐界人士一起在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有机会在台上帮大家拆解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红毯上还有哪位即将向我们走来。有请《银河英雄传说》制片人菊川幸夫，有请万墨万博耳机 CEO 林百清。欢迎二位。
有请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兼华盛基金管理合伙人吴斌，有请基岩资本联席总裁唐米希。来，欢迎二位。来，两位在 logo 板前合影，谢谢。有请富伯特文化高级副总裁冯琛。其实对外发布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烈的喜悦感的原因呢，不仅仅是一个只单业内奖项的，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很多混搭的奖项的颁布，比如说我们会着重去关注那些更加拓展边界的，无论是互联网人还是艺人，他们如果说在自己的行业当中做出卓越的贡献呢，我们自然为他鼓掌，但是更希望能够在两个领域的人当中找到一些链接和跨界，所以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都是跟牛二奖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同时呢，大家也刚刚在开场之前有看到很多娱乐圈的各位前辈、各位非常著名的演员、主持人都发来了自己的祝贺，所以也相信呢，牛二奖一直以来都是在行业内特别的存在。你说它是一个纯正的互联网的颁奖盛典，不能完全这么讲，那其实呢更像是一座桥梁。那我们的桥梁今天已经到了第九届了哈，一直都是在非常努力的给大家这样创造一个空间相聚。那我们希望呢明年第十届的时候能够续前九届的力量，让第十届的牛二奖真正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经验。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一下能够一直以来关注牛二奖的各位业内的同行也好，还是娱乐圈的朋友也好，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帮助牛二奖好好的成长。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嘉宾正在赶来的路上，我们来看一下红毯上的下一位是谁。有请实力派歌手杰克俊逸。欢迎杰克俊逸。又见面了，来，请到中间哈，先拍张照片。而且呢，跟大家稍微的剧透一下，没关系，这不叫剧透。待会儿杰克俊逸还会在现场有精彩的表演，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夏天少年组，欢迎夏天少年组。真的是一年不见，各自又高
高了。来，小朋友都快要走，来站中间，站中间。今天穿着粉红色的衣服，是全场最嫩的花朵。来，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哈。你们有什么招牌手势没有啊？有招牌手势吗？有没有？给大家点个赞好不好？对，看多牛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红毯上有谁呢？有请资深音乐节目主持人、原创歌手海峰，互联网新锐主播睡醒。来，欢迎二位。来，两位作为这个主持界的代表来到现场啊，欢迎。来，两位先请可以留念。来，欢迎我美哲，给你的辩手呼呼
得有点痛苦的我。来，站中间啊，站中间，光明正大的给大家比个心，好不好？来，先拍张照片。好，谢谢王慧成同学来到现场啊，谢谢谢谢，待会儿我们在台上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有请新生代歌手张子豪。欢迎张子豪。
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嘉宾。有请著名歌手演员麦克。恭喜麦。Thank you.